马儿定题的时间又到了，这里加了倍速，后面会正常速度哦。嗯，之前把那个钢木酸钾啥的这些东西都找出来，找出来完了以后，每天给洗，每天给里面拿棉球卷。真的甩洗不掉了，那个。这个好像效果挺好，上次不是那个白色的，那也得先用碘伏给它，是不是？扔出来给谁呀？扔出来给谁？把马扔出来，里边的马就不生草了，好吗？哦，好。不一样，好不好？省点劲儿。主要是我想把修完之后觉得好看。行，我也起来，要不你两个人一起玩，我来接个地胶。这左边这烂的还要再削一点吗？再削就出血了。这个。现在也没有那个，也没有架子。别动。老实点，你别动不动。咦，别动了。